好了，咱们回头看这场比赛，来自于大表哥对战小孩的首发，玛丽这把已经没有机会了，完全没有出到板边啊！一楼又摇了一下，还好还好，不会玩，但是好看啊，有感觉。语言要跟上啊，语言那破分有啥用啊，难搭呀！你只是他换鸡蛋呢。好了，咱们回头看这场对局，左边是大表哥，右边是小孩，这场对局来吧，搞不好这把要一条二了，背着这颗气换媳妇儿啊，你胆儿肥了你啊。这场比赛打到现在，对于大表哥来说蛮有希望，打到九瓶了。哎呀，我觉得表哥这把能拿到九瓶了。来了。还剩下一个八神等着大表哥，大表哥目前的话两管血，小孩最后一管血悬了，小孩好在这里还不是武器八神，应该说问题不大，拿下玛丽，玛丽现在已经要加满一颗气了，又失误了，小孩这个雀板来不及，对方用下段的俱乐部飞镖做了一个雀板，那么现在打完之后，小孩的八神威胁了，还剩下背后，哎，小孩失误了，又窜了个升龙，哇哇，这是送他吗？你这是送给大表哥一分了吗？双方打成九平了。